今天来看看牙啊，牙给坏了，有一段时间了，我感觉不能拖了，现在一刷牙刷到那个坏的地儿有点酸痛，今天来看看来，走吧，佳一，走，走，看看吧先，把耳朵帮我拿着吧，你说啃牙我都害怕疼，害怕。我给你打点麻药的，然后呢把这个再补上，补上之后呢，如果说你着冷热疼自发的这种疼，这牙齿你得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平时你没有自发的那种疼吧？不疼，现在啊，那都没有，那就行，我先补，先保守的先补一下。如果说补上之后呢，开始疼了，那得考虑伤神经了。牙坏牙根了，还得拍片子，真是有点害怕。幸亏来看了吧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打麻药的不是。要不然回头坏神经了，更麻烦。幸亏的嘴还麻着呢，现在幸亏来看了吧。没想到来了，在牙根上还得打麻药。哎呦，这牙疼真是！你看我上次弄那智齿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人命。只有疼过的人才知道这牙疼多痛苦呢，所以我就说，你这趁着还是酸的时候赶紧弄，回头要真等它疼，那就百分百感觉得杀神经了，肯定。这来了，边上那个也黑了，一弄两颗。对啊，这看牙，这牙确实是。这还是我原来来这看过，还算是客户，还给优惠了，能打个折。然后上边也发现还有三颗。对啊，你什么时候趁早都弄了它一块儿回头。这下边两颗，上边三颗得花1000多。那没办法，那现在。看还是那什么，到时候花的更多。妈，你让我看看，哪几颗？这个，在里面呢。我看不清，我拿手机照一下。拿手机看不清，苦了，可不是你看不清。原来你不是见过那个小黑点吗？他看看修没修好是吗？嗯，好了，你这不是见个小黑点了？哦，我看了。那你还好去看了，拖都到，他说要是再拖一个多月啊啥了，再过年都有可能就坏到牙根了。对啊，每次你都拖着，幸亏我拉你去。你打了几针？打了这颗牙，外边这颗牙是外边一针，里头一针，然后发现里头这一颗牙也坏了，别严重，然后这个是外边一针，一共三针。就往那儿打，你不害怕吗？嗯，还行。看你说话都有点别扭。你这还抹，职业抹。我说今天晚上能吃饭吗？他说你别嚼东西，看把舌头咬着了。是这是抹的，不打弯儿感觉。哎，要是过几个，再过三四个钟头就好了。嗯，那咋？咱们做。蛋炒饭吗，佳一？行，都可以。还有米饭，然后你去写作业，你去炒菜去。行。我就把蛋炒饭炒炒。那你热个什么牛奶喝呀？看看。我一会儿看看。